哦哟，这东西呆得很。老板，给我拿个一根葱。刚到的，你自己拿吧。听说这长城里面一把彩虹来家乡，时光在飞逝。老板，你这棉花糖怎么卖的？棉花糖五毛。啊，我只有两毛。韩大妮，你等一下。哥哥，韩大爷，你这个手指筋怎么玩的？一毛一次，这里的零食你打中哪个给哪个，那我来两次。哎，韩大爷，我打中小红桃了。好，我给你拿。风中相信某女生发快乐无事某勇敢阿拉爷我再来一次哇霸王四阿拉爷你给我拿啊这么厉害姑娘你怎么把把不住啊我给你拿每天找到新发现让这风吹呀吹尽管给我来考验小雨点放心老板给我拿二斤锁红桃你有钱吗看不起谁的给我拿自己拿吧时光在飞逝生日多少风儿吹起，朵朵浪花海洋开口笑。老板，你吃的那个是什么呀？这个神龟粉。那你能给我倒一点吗？行，我给你倒一点。